假牙护理，每晚除低假牙以维持健康，每日洗刷假牙，但系唔好用牙膏啊！牙膏有磨蚀作用，会造成微小嘅刮痕，令到食物同埋牙菌斑积聚。假牙就如同真牙一样，需要每日洗刷，以移除食物残渣同埋牙菌斑。刷假牙亦都可以防止永久嘅污渍出现。使用专为清洁假牙设计嘅软毛刷，避免使用会损坏或者磨损假牙嘅硬毛牙刷。轻轻咁样洗刷所有表面，小心唔好损坏塑胶或者弯曲嘅附件。喺刷牙之间，每餐后都要漱洗假牙。使用假牙清洁剂清洁，可以使用洗手碱或者温和嘅洗碗液嚟清洁假牙。家用清洁剂同埋好多牙膏，对于假牙嚟讲磨蚀性过强，因此唔应该使用。此外，亦都要避免使用漂白水，因为会漂白咗假牙上面嘅粉红色部分。超声波清洁器系可以用嚟护理假牙嘅，呢一个系细小浴缸形状嘅仪器，内附清洁剂，将假牙浸入缸内，仪器会产生声波去除不良嘅沉积物。但系超声波清洁并唔能够取代每日彻底刷牙，唔好将假牙放入热水啊，咁样会令到佢弯曲。除低咗嘅假牙要保持湿润，避免干涸或者变形啊。除低咗嘅假牙应该放入假牙清洁剂浸泡溶液，又或者系水入面。但系如果假牙有金属部件，就可能因为浸住存放而褪色。长者或者照顾者应该咨询牙医，找出最合适的护理假牙方法。